我没有权利配合你要车，我没有权利。你到我怎么了？你到我？真是的，你到我今天，我不给你要车，你没有车，我求求你，我没有车，交给我，交给我，交给我，真逗，我告诉你，现在我就不坐车了，我没有驾驶证。 你也没有权利有挪车，我现在挪车我不让。在堵在我们这已经堵上了，明白吗？已经堵了，那就堵了，不是一时半会儿了。这儿，于，你还是走下去。不能站着，你无法无天了，知道吗？不是，我跟你，你要不要讲道理？我现在讲道理，你现在都不给我讲道理，影响到大众了。